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要开个人公司，在国外养一个人，然后现在在国内养一个人，养一个。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塞车了。欢迎老二。我这手的死皮真多。欢迎风扇好，欢迎豆是圆的。这个酒，他这个酒店居然还有微波炉，有点东西啊，但是不多。等姑姑啊，等下还要送她走，再等一人。下一次泰国，对，估计是明年了。下一次泰国明年见。里面还有炸鸡啊？没有吧？我还以为真的有东西。嗯，他这个酒店有厨房，我那个酒店没有厨房。他早就困了。欢迎瑟瑟，早知道我那天把他的佛牌给拿了。感谢小华，谢小华。我在问他。